喂 ，hello 咁多位早晨啊！我成日用呢、這个Marvel 呢个片头咧，但系我差唔多系几乎唔讲 Marvel 咁滞，其实系因为 Marvel 嗰啲戏咧，即系其实出咧我都有睇嘅，只不过我系冇讲噶嘛，所以所以望落好似我冇睇咁样，咁但系其实我系出都有睇嘅，咁但系即系我就唔，但系我唔中意 Marvel 嗰啲戏嘅啫，不嬲都，即系佢全盛时期嗰阵咧，即系人人都好喜爱嗰段时间咧。即系我都唔系特别中意嘅，即系其实系我唔系讨厌嗰种唔中意，即系我系唔特别中意咁样嘅意思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呢出The Marvels 咧，我就想讲下，因为咧我就谂到有个 point 咧，即系有句说话我好想讲，咁我咦，我要录呢条片先至可以顺便讲到，咁所以是但啦，今日录啊。OK， 就系其实就系因为呢个原因，咁你听晒条片，你可以估下究竟系边句说话。咁 anyway 啦，咁呢个咧就系Captain Marvel 嘅续集咁样样啦。咁但系即系当然喺即系之间 ，OK， 即系喺呢啲两出嘢之间，其实同埋之前都系咧，即系其实咁即系嗰个即系嗰个角色啊，即系好多其他戏里边咧，即系佢有拱下个头出嚟啊，出露下面啊咁样样，咁所以都好难讲，即系究竟。即系乜嘢系乜嘢嘅续集咁样样啊，好复杂嘅，即系根本上就系、是、咁。anyway 咧，咁啊，即系佢个故事咧就系发展到咧，即系嗰个嘅 Captain Marvel 咧，佢就喺即系佢成日即系去咗太空，即系上咗宇宙去维持宇宙嘅秩序咁样样啦。咁啊 ，anyway， 咁啊后屘咧就因为喺嗰、那个宇宙嗰度咧。即系就有一啲意外咧，就系发生咗。OK， 即系有啲类似唔知 wormhole 啊，即系嗰啲咁样样嘅嘢。即系总之喺个 space time continuum 啊，唔知点样有啲时光隧道类似嗰啲咁嘅嘢咧，就打开咗。咁啊，然之后咧就因缘际会底下咧，总之咧就系搞到咧，即系呢个嘅 Captain Marvel 咁咧就另外咧即系仲有嗰个 Kamala。咁啊，即系嗰个叫 Miss Marvel 就好仰慕佢嘅，即系有个后生女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即系仲有另外一个咧，就系以前叫嗰个 Captain Marvel， 即系叫佢做 Auntie 嘅。OK， 咁但系即系当年系细路女，而家已经变咗一个大人啦。咁但系 Captain Marvel 都冇老过。咁咧就呢三个人咧，就喺即系呢啲咁嘅 wormhole 打开嘅时候咧，就唔知点样咧，就掂到少少，就令到咧即系佢哋三个嘅人嘅身份啊，即系个肉体啊，成个肉体啊，就即系会无啦啦咧就系交换咁样样嘅，即系例如 A 去咗 B 嗰边，但系即系 B 咧就去咗 A 嗰边咁样样，咁即系呢三个人即系有一个咁样样嘅状况。咁啊，然之后咧，即系佢哋咧就即系有啲宇宙大危机，咁咧即系佢哋三个人咧就出发咧去。即係調查，即係類似一個咁樣樣嘅故事，然之後咧就喺個旅途裏邊咧，又搞下笑啊，咁咧即係又講下即係佢哋之間個 connection 啦，然之後咧即係最後咧就係即係拯救全宇宙，即係一個類似咁樣樣嘅故事嘅。咁啊呢出戲咧，即係其實咧我係帶，即係我覺得我算係帶住一個 open mind 去到睇嘅咧，即係已經係。即系虽然我即系不嬲唔系特别中意 Marvel， 咁我亦都唔系特别讨厌啊。OK， 咁但系即系我知道咧，即系有啲人咧系即系出戏上之前其实就已经唔中意啦嘛。咁即系唔系个个都系咧，即系有啲人咧，即系例如见到即系啲主角全部系女仔啊，又喺见到有黑人啦、啊，甚至乎咧即系见到系Brie Larson 做主角就已经系唔想睇咁样样咧。咁但系即系我就即系我冇呢啲包袱嘅，即系我唔会唔中意呢啲嘢嘅。即系我觉得 Brie Larson 几好嘅，即系即系佢做 Marvel 之后，佢黐埋 Marvel 之后咧，即系当然系有好多唔好嘅角色要佢做，即系其实都系同一个角色。OK。OK，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好演员嚟噶嘛，即系如果有啲好戏俾佢做，佢系会做到，即系佢系会做得好噶嘛，即系其实系，即系只不过系如果系一啲唔好嘅角色，佢咪即系冇办法咁样样咯，即系例如呢一个咁样样，咁啊有啲人咧又唔中意佢个样啊，即系例如咧，即系将佢同杜丽莎拼图，然之后话佢撞样啊咁样。但系即系我觉得咁样系唔 fair 嘅，即系其实系，系嘛？呢个咁
佢好 fit 喎，即係喺呢出戲裏邊你睇佢，哇！真係瘦到真係，佢真係鋼條型身材喎，即係佢係好 fit 喎。你咁杜麗莎點會好 fit 啫？黐線嘅係嘛？喂，即係你如果係要咁樣去影某一個人，即係某一個片段，而家話佢同邊個撞樣，即係有一排啊！即係其實嗰個木村啊，都俾人影佢相，跟住話佢同嗰個湯家華撞樣啦，係嘛？即係你淨係睇嗰幅相嘅話，咁即係係撞樣。咁但係即係佢哋梗係唔似樣啦，根本上就係係嘛？即係例如你睇，即係你睇木村咁樣樣，即係你睇個款完全唔似湯家華，佢都唔似係一個錫細路仔嘅人嚟嘅，係嘛？根本上就係兩回事嚟嘅，係嘛？咁咧就呢出咧，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算是带着个 open mind 去看的，即如果它是好看的话呢，即我都会欢迎接受的，即其实是。但是呢，即我觉得即出戏呢就事实上是不好看。所以呢，即它票房不好呢，即我觉得又 make sense。即是当然亦都再加上刚才我讲的那些因素啦。但是它出戏本身都不好的，即其实是。即是它有那些打斗啊，在太空即是飞来飞去啊，大爆炸，宇宙大爆炸，即是那些这样的大镜头呢，即是那些是预了是会有的。但是出戏本身有其他的问题呢，我觉得有两个大问题呢，就是我最不喜欢的。第一就是呢，佢都嘗試即係令到嗰個氣氛輕鬆啲，即係佢諗住係可以提高嗰個娛樂性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佢係不斷搞 gag 啊，即係佢不斷想搞笑。咁啊，即係佢裏邊咧就其實係花一大段時間咧嚟引你笑嘅，即係例如即係嗰啲貓食人啊，係嘛？即係慢鏡咁樣拍俾你睇咧，直頭又或者跳舞唱歌啊嗰啲一大段啊咁樣樣，即係你 feel 到咧，即係個意圖咧係想搞 gag， 但係係我覺得係完全唔好笑咯。咁你睇一出戲，唔單止係 Marvel， 任何戲都係，即係當有出電影佢嘗試去搞笑，然之後你覺得係完全唔好笑嘅時候，係好影響人噶嘛。咁即係我覺得呢出戲裏邊咧，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嘅部分，即係包括咧，即係例如即係嗰啲演員嘅微表情啊。即係有好多位佢係想搞笑啦，但係係一啲都唔好笑啦，即係我覺得係。咁所以我即係淨係呢部分咧，其實已經係扣好多分啦，即係出戲。咁我覺得咧，另外一個大問題咧就係咧，其實我唔抗拒出戲咧，然之後係講三個有超能力嘅女仔咁樣樣，因為我唔介意呢啲咁樣樣嘅排頭，我覺得絕對係可以好睇嘅。咁但係咧，呢出戏嗰个问题咧就系、是，呢三个角色咧，呢三个女仔咧，即系特别系会透明嗰一个咧，即系佢哋去到最尾咧，即系我觉得即系都系冇 chemistry 咯。即系咁，但系你系花咗成出戏系超过两个钟嘅时间去 develop 呢样嘢噶咯，但系即系都系培养唔到个 chemistry 出嚟，即系都即系去到尾，即系佢哋三个一齐活动系嘛，即系都系。我都係唔覺得係特別好睇咯，即係都係，即係嗰種感覺咧，即係你講到 chemistry 咧，好似好虛幻咁樣樣，咁但係係一個真實嘅情況嚟嘅喎。即係呢出戲咧，即係我睇到尾嘅時候咧，即係俾我嗰種感覺似咩咧？其實就係似咧，即係舊嘅嗰一出 Suicide Squad， 即係睇到尾嘅時候咧，即係如果你記得咧，有一幕咧係講嗰啲 Suicide Squad 嗰啲成員咧，即係一齊喺個餐廳喺度傾偈啊，懶係交心啊，即係咁樣。咁但係咧，你都唔覺得佢哋係一個 team 嚟嘅，即係你即係唔會特別想睇，即係佢哋一齊行動咧，你唔會覺得特別過癮。即係佢哋幾個人加埋咧，係冇一個加成嘅作用嘅，即係你唔覺得係特別好睇嘅，即係嗰回事。即係個感覺就係咁樣樣咯。即係嗰種感覺就係睇舊嗰出 Suicide Squad， 就係好似睇呢出The Marvels 咁樣樣，即係嗰個群戲，即係嗰幾個成員夾埋嘅時候，係一個 team 嘅時候，唔覺好睇嘅。咁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咯，因為我覺得即係你甚至乎個戲名都係咯 The Marvels， 跟住就係關於呢幾個人，即係佢哋夾埋，佢哋要 work 先至得。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唔 work 咯，我覺得係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出唔好睇嘅電影。
因為我覺得是不好看的電影。即我覺得呢呢啲咁樣樣嘅部分，即係佢想搞笑不好笑，特別是咧即係嗰幾個角色、嗰幾個主角之間嗰個 chemistry 係缺乏。即我覺得咧係影響曬成出戲。即我覺得咧係補救唔到嘅。即係佢就算嗰個嘅動作 ，OK， 即係佢飛得再好睇啲，嗰啲爆炸爆得再勁啲，都挽救唔到嘅。即係呢一啲咁樣樣嘅問題係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俾個評分咧，即係又唔係特別爛 ，OK， 又唔係特別爛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俾個評分咧，就只不過係 C 嘅啫。